今天是我们结婚七周年纪念日，然后晚上跟朋友一起去看个电影，看看美国的电影院是怎么样的。朋友家的房子超大的一片地，到电影院啦。这么大一杯，我喝这个。啊？这是冰吗？对啊。这是不是可乐吗？可乐是冰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是冰沙。还倒不掉呢。看完了，在叶问得癌症的时候，然后很多人都哭了，最后赢了的时候，有好多人在鼓掌。我们现在去吃点饭，吃冷面。好，没有，不在这儿，他是带你老婆来看书的。哦，灯关了。嗯。啊，那个圣诞树。是呀，过圣诞节他都没带我看圣诞树。带我来看圣诞树，也挺好看的。我一点都不冷，我就是手酸。我看得一脸懵逼。叶问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先上车吧。普通话、粤语还有英语。我们现在去吃日本面了。结婚纪念日就这样过了啊，是呗，老夫老妻的了，七年了，都变成兄弟了，好多人呢。可以开吃啦。